到苏力台风搅局而延后举行的共聊海洋音乐季，今天再度登场，而压轴团体呢就是苏打绿，来看看稍早的现场有多嗨。今天是续办后的第一天，可以看到天色越来越晚的时候，人潮也开始聚集了起来。那现场也有很多 showgirl 跟着劲歌任舞，想要吸引努力的吸引人潮，想要炒热现场的气氛。不过有厂商表示呢，好像今天的人潮没有上个礼拜第一天那么多，似乎多多少少的受到了苏力台风的影响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厂商怎么讲，今天状况如何？越玩越好。那你觉得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吗？有，我觉得哈，一定是有些人既定的行程改掉了。今天早上是不是有点下雨？早上很少人，因为早上下雨天哪，有点下雨。你觉得今天目标是怎样？我们老板给我们目标是今年要比去年多5%就好。那可以从场上这边听到呢，其实早上还是有下了一点雨，好像渐渐的影响了现场的气氛跟人潮。不过相信呢，随着时间越来越晚，乐团也开始逐渐出来表演的话呢，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，因为今天的晚上压轴就是苏打绿，那相信呢会吸引全台湾的苏打绿粉丝来共襄盛举，那吸引越来越多人。那以上是现场最新的情形，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